大丫最近偷偷从乐泉走廊逛一下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对付他。嘿嘿，我把这里面都放满小龙。大奖里分别放上游戏机和苹果手机。嘿嘿，妥了。大丫，你干嘛呢？吃药了。 缓解零食呢？哎呦，大家可真是个好孩子！你要点啥呀？我就要这个真香冰糖和那个健力宝吧。好嘞，你给你拿。你不出了个东方乐啊？这是你刚做的。嗯？这也太小了吧！ 爷，这里面不会都是这么小的吧？哎呀，当然有大的啦，你多抽两次啊。那好吧。冬梅姨，这就是你说的大奖。大爷，还抽吗？不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家。正好10块钱。 大丫，你不是说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个钱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嘿嘿，把这个01号改成7号，我的天哪，我可太聪明了，这样1号就能永远在我手里啦。冬梅姨，我来抽龙珠啦！好好好，来抽吧。1号。6号，快给我看看大不大？6号，6号，在这儿。啊，这么小啊！姨，你给我兑了吧？6号，姨，你帮我去拿一瓶健力宝吧，我有点渴了。好嘞，我去给你拿。喂，姨，我中了1号。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你自己看嘛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1号不是被我改成了7号吗？ 大丫，你这不是1号，姨，你是不是想赖皮？你赶紧给我兑了！哎呀，对对对，给你兑。姨，我明天再来抽2号哟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嘿啊，好痛啊！小朋友们放寒假了，给他们做个新的动动乐吧。先放只小金龟。 再来个小三手，再来个孩子们喜欢的弹射小鸡。大奖里放上50块和苹果手机，点左下方链接领取礼包码，按下方下载按钮注册参与，拿到等级后还可以领取苹果手机，还有6000红包。最后再拿个健力宝盖在上面，嘿嘿，搞定了！哎，这小朋友们还不来啊？ 我考试考得好，我爹给了我好多零花钱，我要抽4次。哇，大家这么厉害呀！快抽吧，我这里面可有好多大奖呢。哎呀，大家你慢点，别急。嘿啊，好痛啊！冬梅姨，你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呀？痛死我了！就你慢点，你不听。 你中大奖了，奶嘴糖，还有一个汽水糖，还有一个小兔子。那我来看看这个大奖里有什么啊？这一瓶健力宝啊，怪不得这么硬，这算什么大奖啊？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跑呀，你再看看呀。哎呀，这孩子闹的是，大奖都不要了。哎。 快过年了，给孩子们搞个新活动。嗯，再把奖励放上面，1块、2块、5块、10块。哎，冬梅姨，那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小卖部推出的新活动——将冰糖变心字。
就能获得以下奖励。哇，正愁没零花钱了，那我不得大展身手一下。一块到手了，小意思。两块到手，很简单嘛。五块到手，根本难不住我。倒霉姨，我不会了。你们知道最后一个字还能怎么加吗？评论区帮帮大家。你们看清楚大家拿几包了吗？快过年了，得多进点辣条回来卖。哇，冬梅姨，这么多辣条呀，怎么卖的呀？这些辣条啊，一毛钱两包，两毛钱三包，三毛钱四包，四毛钱五包，五毛钱六包。你要多少钱的？看你给我来一块的吧。一块钱十一包，自己挑吧。这么多啊，那我自己拿啦。来，大家你用这个装吧。先来个神雕侠侣，再来个酱味丝，拿个小滑头，来个斑马肉，牛仔骨、松茸、香臭干子一样来一包，拿个唐僧肉，来个大肠粒，来个开胃丝，再来包鱿鱼丝，再拿个棒棒鸡，来个火爆鸡精。哎，大爷，你是不是拿多了呀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都数着呢，刚刚好。是吗？哦，对了，今天啊还有一个活动，跳一段舞就能拿到一个奖品。真的吗？那我试试。哇，我最喜欢打羽毛球了，谢谢冬梅姨，我走啦。我怎么感觉他多拿了呢？哎，你们看清楚大家拿几包了吗？冬梅姨，我又来了。先给钱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每次不给钱就跑了，这次我可不上当。那你接着。嘿，哎呦，五块呢，你要抽几次呀？啊，对对对，给我来两次火之一掷。你抽吧。一号一号一号，九十一号，再来一张，中中中中中，哇，五号，还有个五号，我给你兑啊，给，这五号也不错啊，哎，冬梅姨，你这草莓哪来的呀？外卖啊，每个月18号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现在打开美团外卖搜索0118，有机会领取18元神券，超划算，戳评论区了解。行吧，冬梅姨，你找钱吧。两次火之一掷五毛，找你四块三。发了发了发了。哎呀，你慢点。哎，这还有一块。哎，这都是谁的钱啊？哎呀，你快来，我给你放炮。好呀，我来了。大丫，你又骗我。哎呦，这是咋了？冬梅姨，她给我吃屁。哎呦，我的乖二丫，不哭不哭，姨给你一包辣条吃。谢谢姨，我先走了。这个二丫嘿太傻了。冬梅姨，我错了，我不敢那么对二丫，我不敢给二丫吃屁。知错就改啊，还是好孩子。冬梅姨，那我买个零食大礼包去给二丫赔礼道歉。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冬梅姨，你可别小瞧我。好嘞，姨给你拿。拿，给你。走啦，冬梅姨。哦，你去吧。哎，大爷，我忘记找你钱了。冬梅姨。哟，大爷，要吃点啥呀？
冬梅姨，你后面那个果丹皮多少钱呀？果丹皮10块。那如果我买两袋呢？两袋呀、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算一下。10+10，1+1=2，0+0=没有。一共2块。那我就要2个。给。宋曼姨，你数学可真好。嗨呀，这小嘴甜的，别夸姨，姨会害羞的。